把它变成 he slash she， 或者是其他，就是我突然忘记这个专案叫什么，但好像 Alex， 这个专案叫 Alex， 所以大家可以参考。大家好，我是阿美语文店的那个Patty，然后我们现在就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进度。今天进度就非常的顺利，因为我们找到了非常棒的后台，再就是努力的建制我们其他版本的那个阿美语萌点的后台环境，然后也招募到非常多的不错的志工，但是我们志工永远不嫌多，前端后端每边真人翻译，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欢迎来跟我们联络。然后再来就是国立亚语开始光神部的阿汉字典，我们持续校对，那今天进度很快，就是有校对到10趟，然后再来就是因为我们在建制那个阿美语萌点后台环境的过程中，发觉就是蔡宗涵版本在就是校对的时候发觉有很多错误，所以我们今天就错了，然后也找到很多不少的 bug， 那这一切都非常感谢就是很厉害的后台帮忙纠错。 然后，顺便介绍一下，就是它虽然支持，因为在今年行政院人民会，它上了原住民的那个线上词典，那这版本呢是第二期的计划，那把所有就是之前未上线的纸本词典，然后外包出去给公司，然后做成了就是现在大家可以使用的那个线上字典。那它的界面就是这样，你可以点选进去，然后去选择你需要的那个主语。 主语的那个使用的族群，然后在细点进去可以去找方言别或者是那个语系别。那在使用之后，因为我自己是做人类学，所以我们非常需要用这些词典，在就是部落做田野的时候跟老人家沟通。那在使用的时候，很多老人家都就是跟我讲，就是有这些问题。那这些问题目前就是原住民没有办法，就是做一些很完整，然后很。 很公开资讯的一些就是整理，因为像是拼音的认同感，像法译这个问题就很严重，因为北中南海岸跟宋古的那个拼音还有发音都非常的不一样。但是因为这个版本是找就是秀姑峦阿美系统的人来做，所以它全部都是用那个秀姑峦阿美的系统。那因为阿美族有20万人，那他们也没有在做一些公听会或者是一些讨论，就直接上线。 那很多老人家都会觉得说，这个字不是他们用的字。然后再来就是支持的意义线说，那我现在举这个例子，就是那个法蒂的例子，那个例子，他这边的解释是叔叔，然后伯伯舅舅，但是其实在阿美族的那个社会里面，法蒂也只称的就是祖父辈的老人家，或是在部落或是家族很有名望的长辈。那所以就是每次在访谈的时候，那些老人家都说，你这样子的那个支持意义会让就是不懂的老人家。 就是觉得是被误导，或者是说，年轻人不知道说什么法律的意义是什么。再来就是使用者，意见回馈的封闭性，那这个其实老一辈可以讲一下。就是因为他其实他那个他整个建案系统里面，他有做一些意见交流，但是他意见交流是属于封闭的，就是你其他人看不到说你想要对这个词汇做什么任何的建议。 所以原民会就是官方，他做在做这个东西的时候，还是不希望给群众去参与，作为那个意见参考之类的，或者可以让大家去做一些交流的方面。然后接下来就是因为现在有很多的外来语，还有新创词的部分，那他们现在也开始要做新创词的词汇，然后去做一些就是统筹的讨论。那从上礼拜开始已经有。 公告就是要统筹的时间，但公告为止都没有人填写，一来是因为老人不会使用电脑，二来是年轻人根本不知道之前的资料怎么使用，然后三来就是有些字其实本来就已经有日文的外来语或者是说阿美族他们自己转译的方式，所以他们觉得说就是使用这些都没有什么意义。下一个就像高速公路这一个都没有人填写，而且也就是没有用阿美语解释这些意义，然后老人家因为其实阿美族很多都是住在东部，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高速公路，对他们只会讲说就是拉拉比较快的拉拉，对，然后所以呢，我们阿美语未来的展望就是希望可以让真人发音可以多元一点，因为阿美族20万人，然后大概有5个。
语言群，然后每个部落发音又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希望可以就是招募很多不一样的那个真人发音，然后放到我们的蒙点里面，然后让大家知道就是一个字可能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发音。再来就是字词解释的开放性，因为很多部落可能同一个字词的解释也不是很一样，所以我们希望就是在字词解释的开放性上面来讲，比原住民的那个原名会是大词典来得更开放，然后更多元。再来就是使用者的公共讨论性，然后希望就是使用者可以给我们更多的意见，可能会让我们改进我们的阿美蒙点。谢谢两位。好，描述一下一位。